好，我们在录制教学影片，其实蛮需要 PowerPoint 的封面图来帮忙。那封面图每次用一样，是不是也不好看？那在大陆有个网站叫 YPPPT，优品 PPT 这个网站，它提供了免费的简报的背景，让我们再做起来更漂亮。来，开一个新的分页，打这个网址打进去，就会到这里来。这个网站呢，一你不要去跟它注册，因为它用大陆的什么手机门号，我们也没有。那这里我直接点了一个，先看我做一回哦，别跟，来模 PPT 模板这里就出现了，出现什么呢？整理一下，这边有简约的，有商务的，有自我介绍，有专题报告，职业规划、精美模板、公司介绍、个人简历，哇，一大堆呢。对，你就选吧。来，我现在点，哎，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？是啊，那我现在点个人简历好了，我现在点个人简历哦，出现就在这里，你就挑一个你觉得合适的。或是你喜欢的，不过有个要点哦，如果你不会 PowerPoint 的，那就别玩。这是 PowerPoint 的范本，你要在 PowerPoint 做修改，OK 吗？PowerPoint 会，老师，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清爽性，我就点这里啊。来，我再换一个好了，现在就换的是精美模板，所以这些你都可以使用哦。但是一个先决条件，你要会简报的修改 PowerPoint 的。这边一大堆，你看这一页不止呢，这有几页。这边十二页，你看见吗？这边还有十二页呢，所以不是一页而已哦。那我点选那什么自我介绍，在这里。好了，我觉得这熊好可爱，我就用这个好了。我点下去，接下来点哪一个？点击下载。哦，我们再回上页，sorry，这里他跟你讲熊话，这里他有这些简报的范本，你看见吗？对你来说，你要为 PowerPoint 把内容改成你要的内容就好。所以你的简报就会很不一样，很有变化，不用钱，了解吗？哦，那我刚点了点击下载，这时候呢，在这里来两个下载点，点起来，然后就下载下来喽。来，请各位去这个地方找一个你喜欢的范本，先下载下来吧，优品的 PPT。